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首届道家武术发展论坛暨天河武术院揭牌汇演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一次活动，来挖掘道家武术在仙道卫生、济世利人、服务社会方面的优良传统。强身健体是人类都有一个福寿康泰的人生，同时也展示徐州作为天师故里、彭祖封地、养生之都在道家养生与武术中特殊的地位，真可谓是汉风五韵喜迎徐州国际武术节，以武演道，和气道教，天师圣诞日。徐州市道教协会天河武术院组织架构，名誉院长袁立民，技术顾问张安军、张国华，院长王明生，副院长李志刚、张孝珍、于永堂、孙传龙、徐安仁、吴冬雪，常务理事王明生、李志刚、张孝珍、于永堂、孙传龙、徐安仁、吴冬雪、徐晨兼办公室主任、孙桂云兼办公室副主任、魏荣臻、李氏、王明生、李志刚、张孝珍、于永堂、孙传龙、徐安仁、吴冬雪、徐晨、孙桂云、魏荣臻、彭刚、吕荣、华桂荣，向他们祝贺。届道教武术发展论坛暨天河武术院汇演正式开始。现在您看到的是由武当功夫团为大家带来的武当秘传太极拳。天下太极出武当，武当太极讲天下。武当派宗师玄德道长首次将老架太极秘籍授其入室弟子袁林敏，林敏再传16代弟子。武当太极独具风格，古老神秘，暗藏玄机，以道家哲学为基本，结合阴阳深刻、五行变化之哲理，兼容吐纳导引之术，演练起静浮抽丝、漫游猫步、行云流水，具有动静结合之风格，传统古朴而实用。Thank you.
接下来请欣赏由王明生先生带给大家的阴阳八卦掌表演，有请。玄武派十六代传人，师从袁立敏道长。王明生先生自幼习武，内外兼修，德艺双馨，掌剑双绝，人称武痴，在国内外各级比赛中均取得优异成绩，为武术传承及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大家带来的八卦掌表演，武当功夫外转九宫，内运八卦，两人演练攻防走画，棋正相生，变化莫测，攻守相济。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武当第16代传人袁天意为大家带来的五行八法，请欣赏。
现在在台上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是李志刚表演的陈氏太极老将。李志刚自幼喜爱中国武术，在上中学时1970年拜徐州市著名武术家吴传义老师学练传统八极拳、大红拳等。1971年又拜师徐州市著名武术家宋广玉老师学练传统武术扎拳、少林拳。1982年在南京工作时拜南京金陵武术馆馆长李汉杰老师学练北派少林拳、形意拳、杨氏太极拳、李氏东架148式，曾担任南京金陵武馆武术教练。1991年被评为金陵武馆优秀教练员。从1982年学练研究中国传统太极拳至今，致力于发展推广中国传统养生太极拳，由擅长陈氏太极拳老架一路、陈氏太极剑、李氏功架、杨氏太极拳108式，净空禅丝太极拳108式，国家规定太极拳套路24式、42式太极拳、42式太极剑等。欣赏由吕荣带来的道家静音功法，有请。
在台上为大家进行表演的三位是武当第十六代传人陈武举、陈文栋、袁天意，他们表演的是大将太极拳。武当大将太极拳演练起来要求动作大开大合，连绵不断，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太极拳最大的好处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年龄的约束，男女老少皆可练习自如。
现在在台上为大家进行表演的是吕永堂、严志学二位表演的太极推手。吕永堂自幼好武，12岁时跟随胡善之先生学螳螂拳，18岁跟随行礼大师钱树桥先生之高徒张德平练习行礼八卦拳，1909年拜刘世武先生为师，练杨氏刘汉太极拳及推手，后又拜陈氏太极拳大师陈庆洲练陈氏拳及打法，经典太极推手10余年，获金银铜推手奖章近20枚。严志学自幼爱习武术，跟随师大张佩教授练习太极拳20余年，拳法精巧，功夫深厚，与人推手常以轻灵圆活占上风，能够用太极拳法出其不意战胜对手，近年跟从于永堂先生研习推手。现在在台上进行表演的是吴冬雪为大家带来的红架太极拳。红氏太极拳创始人洪君生先生拜陈氏太极拳第17代宗师陈发科为师，言传身教，得之于师，前传末时，求终于己。洪先生将师授之技法融于套路之中，遂创建洪氏太极拳。表演者吴冬雪，拜师于洪老先生新传弟子傅景镇先生门下，为第二代洪氏太极拳传承人，现为徐州康复医院康复师。洪氏太极拳外柔内刚，精巧轻灵，婉转含蓄，振臂缠绵，外是处女之秀，内含金刚之间。吴冬雪依据阴阳之理、中医经络学，独创无极针导引疗法，在医疗领域尝试运用太极造福患者。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徐州鹏城书院为大家带来的重回汉唐汉服舞表演，特邀王林生先生佩剑，请欣赏。 完全公益性的现代书院，自2007年创办以来，已连续多年举办公益国学讲座2000余场，中华女德研修班12期，汇集市民数十万人次，数百名的青年学子在书院接受了国学教育，3000余名少年儿童在书院接受了国学启蒙教育。 Thank you.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武当第十五代传人也是武当武术功夫团团长袁黎敏为大家带来的绵拳表演。 绵拳，绵者柔也。武当太乙绵拳，属武当秘传秘传拳法，讲究刚柔相济，阴阳相随，环环相套，不僵不滞。看似柔弱无骨，实则绵里藏铁。道语曰：刚则易折，柔则长胜，乃此拳之则理。武当太乙绵拳体现了道家以柔取胜的思想理念。 天意，他的表演是形意六合。形意拳与五行生克、阴阳变化为原理，内存于心，外观于形。 夏长林先生，他表演的是十二连成。夏长林，衢州矿集团武术协会副主席，自幼喜爱武术。70年代即跟随形意八卦名师李健老师演练形意八卦，多次在全国武术大赛中获金牌。
是孙传龙、王玲玲，他的表演是太极散手对练。太极散手是太极拳的高级阶段，是学以致用的中间途径，体现了太极拳的攻防特点。通过对练，才能更好地理解，而且能体悟太极拳的进法运用，为散手技击打下坚实的基础。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是由武当第十五代传人袁黎敏和第十六代传人泽威永嘉武局文栋威风威泽文栋高强和天意共同表演的武当论剑，请欣赏。前面那个孙小孩现在表演的是单剑，在中华武林中历来有少林刀、武当剑之美誉，说明了内外两家之特色，也由此看到剑术在武林中之独特的地位和风格。武当剑是武当镇山法器之一，要求步如车轮，身如游龙，以心运剑，连绵不断，达到力与气和、气与神和、人剑合一之神韵。武当剑轻盈飘逸，柔似行云流水，轻似紫燕穿林，虚实相间，变化无穷，体现了道家超凡脱神的清风雅趣和高雅清秀审美情趣。七星剑，武当剑法在中华武术中影响巨大，在武当剑谱中要求练剑之要戒忌停滞，身与剑合，剑与神合，于无剑处接剑，能如此亦能修大道，行剑如龙之行，首尾相应，刚柔相济，神韵悠然自得。
挂爬龙刀，此刀长而沉重，演练此刀法是对习练者功力的考验。走圆转圈以身运刀，明我方翻，实如龙腾凤舞，实如老树盘根，变化起来环环相扣，灵活多变。集体演练，浮沉乃道家云游时专用法器，演练起来柔中带刚，进退自如，运成似群鹤飞舞，低沉飘逸，动如波涛，静如山岳，洋洋洒洒似天马行空，妙不可言。赢得了好的成绩。
由武当第十六代传人田威峰为大家带来的十八式表演。武当十八式太极拳为新疆拳法，为了满足海内外广大武当拳爱好者的要求，配合全民健身纲要的实施，在国家武术部门倡导支持下，向全世界推广，形成统一的武当竞赛套路。由武当派一代宗师游玄德道长审定，弟子演练。此拳整编了传统老架太极拳、逍遥拳、绵拳、五行养生术、形意拳、八卦掌精华动作，其形拳快慢适中、柔和顺遂，在技法上突出了武当派功夫以柔克刚、后发心智、张一而发、缠丝封闭、打点几套之风格，适合不同年龄的人练习。接下来为大家
大家带来表演的是远道而来的两位朋友，他们来自斯洛文尼亚，是武当派袁黎敏的第十六代再传弟子 Yuni 和 Daria， 请欣赏他们表演的五行养生功，请欣赏。五行养生功是武当派武术结合中医经络学，以内功为核心，讲究吐纳导引，神心兼备，是历代武当门弟子的必修之课。此功法共五大式：龟形、蛇形、龙形、虎形、鹤形。其形其法取自道家圣灵威猛之物，并将与五行相对应，用于调理人体机能，使人气血充盈，清新而明目，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达到养生益智长寿之目的。内丹养生术体现了以道研武，又反映了以武养道的独特方法。您的是，哎，我们的李川明老师，哎，中国，
在那个年轻的时候都是看着我们他们这个老师的这个请念佛长大的。曲周呢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出现我们有长老林，然后呢我们知道，武汉末年，老子太平盛世，庄子到孔子往见之。 老子在沛住哪里呢？我们大致上现在推断，可能就在微山湖的下面。非常的博大精深，然后呢，这个海外的，无论是华人，更不要说了，这个外国人，不同的肤色。这个上午好，我想说两个观点。这个我想。 也是我们今后要做的，是吧？这世界回家带了四名队员，六十五起司，九十五把式，这四名队员，到最后还剩一位勇士，我们打一鼓在三个点以上。世界何以衍生？自然之道，贵乎于何？山水之河，让我们得以纯净的栖息。 风云之河为生活勾勒绚丽的光彩，光影之河滋养生命的成长与律动。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朋友们，今天是祖天师张道陵1982年的诞辰。在场的观众朋友可以随我们的道贤法务团的高工法师同祈愿：国泰民安，福寿康宁。朋友们，徐州市道教协会天河武术院揭牌汇演到此结束，请大家。多远离别时的容颜还在眼前，无数轮回好像就如昨天，若要圆满这苍天，却只能将你遗忘到永远。梦境中的依恋化成泪水，这故事是否有终点？离开的那天再见你一面，我微笑说永不分别，曾经的誓言只是个欺骗，修行路你不在我身边。花开花落一年年，找你的道路还要有多远？人散后再难见，化为思念，这故事原本无终点。问天把酒眠，见五彩云间，你流泪说何日能见？